哎呦，也太大了。今天要玩的就是石器时代 M， 还是我最近一直在找有可爱的史前恐龙，并且去播一起冒险的游戏。这适合你。我没有玩过以前石器时代啦，好像它现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以前就是石器时代真的有的，就是充满了各种可爱的奇虫啦。你看他们真的就是，你看就是他们可以骑在上面，然后他们就不只是坐骑的功能，还可以跟着一起战斗。我们去抓一只来看看好了。他会给我们一些抓捕的方式，抓一个卡利怪妞好了。玩哎、欸，我抓到了耶，35%也抓得到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我是有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？他那个宠物有超多数值。就是比如说有忠诚度什么的，所以这些要骑的话也是有条件的，不是说抓到之后就可以马上骑的。吼吼吼吼吼！怎么可能？啦啦啦啦啦！玄武战机又多了辉煌的一笔。我好想要学哦！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为什么可以控制自己破音？啦啦啦啦！现在试试看宠物蛋好了。它这个打开来好像就是一只宠物，可以看抽到什么这样子，就有点类似抽蛋。哎，不是宠物哎，啊，碎片或整只。哦，我平常这么欧，应该差不多该给我一只新的宠物了吧？哇！有这么多哎，哇，大家最喜欢的屁屁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然后这个长毛象公车，你们可以搭这个跑来跑去。长毛象还蛮可爱的啊，好像以前泰山的人哦。这游戏真的就是一个可爱哎，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。看起来超不开心。这可以抓哎，有一只猪可以抓哎。有本事就抓住我看看，没有关系，依照刚刚的经验，35%就是会抓到，是不是？又被你们学到了一颗，这游戏最强的几率就是35%。当你抽到35%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，因为35%的你才是最强的你啊！赠送的是高级鲜花，你想要远端送花，还是邀请对方对面对面赠送呢？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面对面尴尬，我来尴尬一下。天哪！不能不接受这种，我被拒绝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像很有趣哎。这是什么？好像很有趣哎。是，很有趣哎，这游戏，很有趣哎。我加个家族好了，我看一下，是家族的话，好像还会有额外的家族活动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可爱哦！什么东西？到了，没事。Leggy 旁边可以抓鸟坐骑，哪里？我看。旁边火鸡，这不是刚刚赛跑的那个火鸡吗？加油！完蛋了，70%，一定抓不到。我们的目标是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我的滑板鞋啊，这样我就可以骑它了。真的。他那个队伍啊，如果你跟朋友打的话，他好像可以就直接现场语音跟人家互动。大家好，马上有人送我一个，完蛋了，一定觉得我是疯子。结婚了，对啊，好像可以结婚哎，要不要结婚啊？结个婚啊？好啊，我先离婚，这样可以吗？
横道夺爱才是爱，是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结婚呢，因为他说好感度要超过1000，然后我就想说1000要培养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一定来不及啊！然后我就完全没有研究结婚要去哪里结哦，我不够钱离婚，还说什么你爱我，你就是不想要跟你老婆离婚。我们要相信自己选择的那个人，总有一天他真的会跟他的老婆离婚，然后跟第三者在一起。这发言是可以吗？当然是不可以啊！不要当人家小三好吗？所以这游戏就是很可爱啦，可以自己去抓，然后培养属于自己的宠物，然后还有一些饰品可以给他们带。就算是都抓了同一只火鸡，有没有？大家也是会长得不一样的。谢谢大家哎，喜欢的话去预约哦。摩擦摩擦，看我炫酷的步伐。那只到底是什么？好想知道。我的宠物哦，原来，拜拜拜拜。